杰森到底什么时候有空？我有个项目要找他聊。翟先生，请问您预约了吗？如果没有预约的话，恐怕要订张表。杰森这周已经安排满了。哦，杰森说了，您家的事他已经知道了。这个是一点心意。 帮我带话给杰森，他的预约表留下当纪念了。还有，你可以把我手机号删了。想躲开城市的喧闹，想整个下午放空晒太阳。 夏夏，其实我今天一直都想跟你说，你这样打扮很美，但是高跟鞋穿多了对骨骼不好，而且在这个天气穿露肩装，容易感冒着凉。给我点时间，很快我一定会让你搬到一个你应该住的地方，不用担心以后的生活。 因为你的儿子是翟志伟，非得去吗？你要不就直接跟他说，你别去了。我怎么可能啊？这事关他的前途，我如果阻止他的话，我成什么了？不识大体，脑残女友了。实在不行，你跟他一起去。 我怎么跟他一起去呀？对啊，夫唱妇随啊！对。